阿发来，就哎，阿发，你前几天是不是有去那个台南波战场？前几天有啊。啊，你怎么没找我去？找你去？对啊。是学校比赛找你去是要干嘛？把一个体育馆把一个体育馆捐给你是不是？乱讲，你会乱讲哦？不是我播报，我记得那个不像你哎，你那个吃人不吐骨头的。有多少预算，就是连隔壁的都拿来。哎，罗姐，奖金一来，我们就要播比赛。嗯，那你们预算怎么算？哎，罗姐，这栋大楼叫做成员大楼，为了你而盖。好、啊，没关系，就继续乱讲。嗯